师傅，你记得昨天有一个图腾，师傅看了，就是说这个女同修跟她妈妈就是吵架，然后师傅说就是她妈妈告状了，然后她折寿了这个问题。嗯，告状了，她妈妈把人折寿了。对对对对对，那因为我当时也时间比较紧，然后我也没敢问她，像她妈妈这样子告状菩萨了，然后就被气嘛，很气，气得了要命，然后告菩萨了。那师傅说的他折寿了，这种一般是折寿多少年啊？他啊，不会多少年的，一点点的。嗯、哦，一点点。啊、哦，折寿可能半年几个月了。哦，明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明白了。嗯，知道了。好，感恩师傅，让他还是好好改。